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江边上的云阳，这里也有一座非常壮观的跨长江的大桥。昨天夜里下了大雨，这是云阳的一个仿古的古老的城墙古城。古老的城墙，古老的城垛。然后我们被拉到了这个玉翠阁展销体验运营中心来买翡翠，支持地方产业链，振兴内部经济。这里气候温润，温度不高，非常的适合，非常的舒服。那面还有个小阁楼，小的城堡，群山叠翠，非常不错。